众所周知，鲨鱼是海岛男明星，作为最具辨识度的主播，鲨鱼几乎把把都能被队友认出来，队友看到名字和打法便识破鲨鱼身份。1号有妹妹，1号还记得我吗？队友上来就套近乎，让鲨鱼一脸懵逼。哥们你谁呀、啊、没想到队友居然讲起上个赛季的事了。那上个赛季我把G3给你了，忘记了，吃鸡了。你怎么不说 S1 吃鸡战场？鲨鱼每天匹配这么多队友，怎么可能记得住？上来跟我套近乎的什么意思？队友这样套近乎，鲨鱼当然不理，除非给鲨鱼刷魔法书，说不定还能回忆一下。兄弟啊，你这把打完给我刷一本魔法书，我永远记得你，行不行？听到鲨鱼这嘴脸，队友就不乐意了，让鲨鱼注意嘴脸，并且直言给 A 妹和小飞机刷礼物都不给鲨鱼刷。你个穷逼，你刷得起吗？穷逼！哎呀，搞得你给 M 刷，给小飞机刷，钱不到我口袋里似的。真幼稚。好家伙，鲨鱼这是真黑啊，徒弟这仨瓜俩枣都惦记着。小丑。队友不给自己刷礼物，鲨鱼都不想搭理，一直在天上开飞机，硬是一个坤哥都没杀。鱼啊，你不刷人怎么加分啊？鲨鱼没收到魔法书，不想理队友。你管我的兄弟，你都不刷，不给我刷礼物，我都不想理你了，我闭麦。闭了两分半，鲨鱼感觉到一丝无聊，又想把队友麦打开。要不要理队友？你们说要不要理队友？要不要理他一下吧？在鲨鱼看来，自己不理队友显得队友非常可怜，感觉好可怜呀。鲨鱼甚至还把队友比作舔狗，感觉他跟我说我不理他，感觉他好可怜啊。就像这边有个女粉，就是给男生发消息，然后男生没回你，你会觉得失落啊，感觉就是给不到回复，好可怜。好家伙，鲨鱼看来也当过舔狗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懂这种感觉？在野区搜了两年半，剩余人数直接掉了一半，而这把的队友居然全活着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不过鲨鱼有预感，队友很快就会尬。队友待会儿就进入到能救吗模式，很快好吧，很快，我感觉到队友很快就不能救了，我有预感。没想到这次预感不太准，没等到能救吗模式，队友却先想跟自己和好。行，那我麦打开了，你叫一声爸爸，我就原谅你好吧？来，你叫吧，我现在麦打开了。什么？好家伙，让队友叫爸爸就大可不必了。队友万万没想到鲨鱼脸皮居然这么厚，上次才说给你这个吉利服，你才说真爱粉，现在你就变脸了。你不刷礼物你是什么真爱粉呀、啊？你直接给我取关得了。好家伙，谁规定喜欢就一定要刷礼物的？魔法书都不刷你是什么真爱粉？队友也是直言自己曾经刷过。又不是没刷过，那你退给我，有记录的，搞这种。说了半天，鲨鱼才发现队友还真刷过，直接化身和好哥，请求队友和好。正式和好好吧，决赛圈了，也该和好了，我们就不要装作吵架了，行吗？四号，哎呀，等你啊，我来了。鲨鱼甚至还给队友即兴唱了几句和好歌。Oh my love， 咱们和好吧，好想和你一起吃吧唧。队友在圈内替鲨鱼打下江山，鲨鱼屁颠屁颠过去舔包。哇，我爱你们，鱼哥，别说，这边有人，我操，先别叫。还好鲨鱼命大，敌人没追上来。好好，吓死我了。与队友和好后，队友也是坦白，刚刚都是节目效果。那是搞节目效果啊？对啊，我知道。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多小黑子上头了，非常棒的节目效果，好吧？就是把直播间的。这帮观众当猴爽好吧？经常看鲨鱼直播的就应该可以看出来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故意在吵架。节目效果搞了一整局，鲨鱼要开始认真了。别看现在一个人头没有决赛圈，才是鲨鱼表演的时候。发现前面有车，鲨鱼火力输出，配合队友轻松灭队。有车往你们那开了，到楼顶了，漂亮。此时前面还有人，鲨鱼切换 MK20 瞬秒。刚刚的敌人没补掉，但问题不大，待会他们要跑毒。杀圈了。你们待会尽量一人开一辆车，多开点车，我们这个山上的圈。鲨鱼用 MK20 帮队友架枪，这把枪射速快，伤害高，连打带补敌人只需要几枪。我这还在圈。没一会四号就被敌人击倒。有人帮我架一下，完了。我撞了。打了。我去帮你。来过来呀，我撞了。鲨鱼立马开车过去支援，可还没赶到队友就被连打带跑。山上有人得封烟。四号能救吗？山上有人，你趴下封烟。哎呀我去，我操，谁在给我们丢人啊？鲨鱼红点762连打带补一人，紧接着帮队友架远点敌人。你们今年有人不？有远点抽了，还没把远点敌人连打带补，两个队友很快就被近点敌人团灭。
的有我的。鲨鱼丝毫不怂，直接冲。几个还是几个？我操！差一个，差一个。近点敌人只剩最后一人，可鲨鱼这波还差点没打过。这妖射只能说相当真实。哎呦我操！牛逼！哎呀，我刚刚三大人在打你们，我在帮你们架枪。输了，输了。鲨鱼打好状态，赶紧补充投掷物和药。虽然鲨鱼目前只有三个淘汰，但你绝对想不到，接下来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鲨鱼杀的。发现圈外还有狗分仔，鲨鱼顺秒抢下人头。原点还是得靠 MK20， 鲨鱼现在几乎每把都要带这把枪。只剩最后几人，鲨鱼继续在圈边抽把，可差点被老六终结。敌人有掩体，就这样冲过去，无疑是送。鲨鱼赶紧准备从另一边绕进圈，烟雾弹拉满，趁敌人打起来了，顺利摸到近点。只剩最后四人，鲨鱼率先击倒一人。连打带补后，最后的一打三，接下来鲨鱼就诠释了什么是版本的神，七六二疯狂输出。只剩最后一人，敌人想封烟救队友，鲨鱼土豆雷精准拿下，这把极限带队友吃鸡。吃鸡！牛逼呀！风衣教训后，鲨鱼直言还是晚上难打。我想回到晚间打，还是晚上更难打。白天几乎把把吃鸡。更难打，兄弟们看到我死就开心，更有效果。我这把把吃鸡，那帮逼的这个嘴脸，这个嘴都咧不开来，知道吧？没有笑容。鲨鱼哭的时候，没有人是不笑的。希望鲨鱼能多搞节目效果，把脸上的笑容转移到我们脸上。看我直播，吃鸡，你不可以。虽然这把吃鸡了，但桌子大残，命运改变不了。别看了，你学不会的。